这里是台北市动物之家。今天是12月18号，我们在所在的位置是健康隔离区，好，都是一些好的健康的小狗，准备要给爱心小站来认养的。大家不要误会，它不是病房。我们来看看，有这么多可爱的小狗哦，很活泼啊。来看这边，好，刚刚看了两只可爱的，现在这边又有两只了，你看他们多活泼，多期待着你。如果您喜欢他们的话呢，请利用周末赶快和台北动物之家的志工联络，请他们带你来看。好，我们再看他们一眼，他们也在看你哦。